法力跟妈咪现在在曼龙巨像，就是这两个很长得有点像星际大战里面的那个黑武士哦。他们听说是那个拉美西斯二世的韩公，然后呢就在哈基苏女王神殿的附近而已哦。到一下，哇，好大鱼哦！他现在在整修中，你看，他脸都不清楚。